位于安南区的万文环道路是连接安南区的重要干道，但已经延宕多年无法贯通，让安南区连接市区的道路时常在上下班阶段相当拥塞。韩市议员林比利在第六次电影大会总质询上质询台南市长赖清德。安南便宜那条五文那五环道路，那条已经七八档啊，都是计划的进步的同意啊，这条无经费啊。市长，市长，我嘛请你回答啦。我遐吼，你话我分道路遐车辆够歹过啦。是，吼、哦，我拜托市长。哦，林比利希望能将安南区万环道路列入生活圈道路系统，让台南交通能够更加顺畅。赖清德表示会极力向中央争取道路经费。啊，拢总爱一百千万啦，啊，大概是不是当用这个生活圈道路？这个经费吼，而且政府处配合款来开票呢。林比利议员呼吁政府优先办理道路系统事项，让台南的道路生活圈在上下班期间能够更加顺畅。记者周正宇、冯一奇台南报道。